离色离相分第二十。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否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既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否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既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这一品的大意是，佛陀接着问须菩提：须菩提，你怎样认为可以通过具足的色身见到佛吗？须菩提回答说：不可以，世尊。如来是不应该通过具足的色身见的。为什么呢？如来说具足的色身，并不是如来真有这样的身相，只是随顺世俗假名称如来具足的色身。佛陀又问须菩提：须菩提，你怎样认为呢？可以通过具足一切相见到如来吗？须菩提答：不可以，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一切相得见。为什么呢？如来说所有的相具足，并非真的说诸相具足，是假名诸相具足。这一品佛的提问在第五品中也提问过类似问题，原文是：须菩提，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佛？须菩提答：不可以。如来说身相，即非身相。当时佛与须菩提的对答，是为了强调诸相的虚妄，不应将如来执着认为是某一种特定的身相。在第十三品中，佛问须菩提：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佛？须菩提回答：佛也，世尊。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佛在这一品中与须菩提的对答，还是担心弟子们遭佛的功德之相，要想回到如来真空之境，执着佛有三十二相是回不去的。现在佛在此处又提问：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可以具足诸相见佛？是要强调什么呢？我们先谈一下什么是具足色身。在此一品的前面，佛刚谈了无量无边佛土世界众生心识的虚妄，接着在这一品又谈到具足色身。有的人将佛说的这个具足色身理解为像遇见凡夫一样有眼耳鼻舌身意的色身，或像色界众生一样的光化身。有的人将这个具足色身理解为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的紫摩金身，也有众生理解是佛无量无边的应化身。但佛说法是破三界六道众生的执着的，所以你心中执着的那个如来身相，即是此处的具足色身。同样道理，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具足诸相，有的人理解为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相，有的人理解为五蕴，即佛学中将自我称为五蕴，由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组成。色蕴是指物质现象，受想行识都指的是精神现象。可以说佛法中五蕴的概念涵盖了世间万法。众生刚开始修正，戒色时要观空，观空时认为应该戒圆满的色，所以现在佛在破弟子们建立在意境中的色空不二之相。因为弟子们如果在意境上了知如来空性时，会认为既然空不是虚空，也不是否定抛弃一切，那与如来的空境同时呈现的应该是圆满的佛像，或包括每一粒微尘在内的三千大千世界。但如弟子们心中有一个色空不二的境界，即已着相了。比如我曾经在修正中进入一种境界，即自己化成了变虚空变法界的光明，而无量无边众生的心识或三千大千世界在光明中刹那呈现生灭，一切如同幻化。
还有一个境界，自己忽然化成一个光圈，中间坐着一种如如不动、端正庄严、紫磨金身的佛像。这些境界并不稀奇，对一些观照力非常强的行者，通过对色空不二文字的领悟就可能达成。有些人的境界还来自于术士的修正，当然也有的是行者的正量，属善境界，可以破行者某种执着。但如果我住在这些境界中，认为是证入了色空不二，借到了如来，或执着任意境界，就是如来真空之境，那就错了。自性真空，无得无失，如如不动，本来如是，无任意境界可以诠释。如来真空之境，你认为其意时，无也六神通具足，平凡时如吃喝拉撒睡，无不是如来真空。所以如果行者在头脑意境中还有一个境界是如来的境界，还有得失心，那就是错的。真空是行者在破掉所有执着、不着所有相后本来具足的东西，那时只是了知了一切的虚妄，既知一切法皆空皆妄，行者即会在一切法中起心动念处不再粘着，不再被境转相迷，而获大自在，即称如来。